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三轮的第一盘，也就是第一回合。接下来为大家挑选的这盘棋呢，是由徐州烂柯队的陀加西九段对阵洛阳玉泉谷队的外援伊利寥九段啊。这个我们看到的是陀老，我们看到的陀老现在，伊利寥是这个洛阳队的外援，他的棋。是的，是的，今年还有两个队请了日本外援，是吧？伊利寥还有谁呀、景山好像，啊？有景山，哎，这位是谁呀、我怎么不认得呀？王春辉可能是洛阳队的，哦，王春辉呀、是一个也是06年的小将。我想着我基本上都，没见过的，好像还这挺少，就吴光是吴亚、光亚对阵周贺喜，周贺喜应该是代表这个。吴光徐亚州是是跟徐州队，那他就加那加洛队，阳队，他是洛阳啊，的，洛阳队的，对，对，他周是贺洛喜阳。代表洛阳队。周贺喜以前一直代表浙江的，胡玉涵对丁世雄，这胡是。玉涵那也是洛阳队的，丁世雄是衢州队的。实际上，我看这个洛阳队也是以浙江队有些班底为主。周贺喜、胡玉涵以是前的，都是是浙的，江是队，的，再加上一些小将。今天唐伟欣对阵郑旭，是佳佳食品天津队。那边是西藏福康队吧？应该是，郑旭对是对，西藏队的。不是，郑旭应该是天津佳佳，唐伟欣是那个，唐伟欣是佳佳队的吧？对，我记得郑是。旭那就是北京奇院队的，北京奇院队因为西藏队昨天赢了那个，已经保级成功对了。对，保级成功了，昨天我错了。赢了衢州队保级成功了，谢尔豪应该是天津佳佳队对，韩一舟对阵王泽锦这北京队，韩一舟是一直都是北京队的。反正这保级也很刺激，没这错，一轮等于就是，是的，最后就是今天，然后明天就对，这决两出了。场，陈耀啊，烨，陈耀烨对王仕怡，王仕怡显然是天津佳佳队是的，对王仕怡我还只见过名字，这本人我也没见过。王仕怡，黄老师熟悉吗？这个人？王仕怡也是2000年出生的，那还不算特别小了，因为对我对，刚才听你说两个04、05的，丁雨辰今天发挥非常出色。对，04年出生的这个今小天将，赢了朴廷桓。对，不知道他现在那他就9胜6负了，不知道他能不能获得什么新人奖啊？我搞不清这次有望吧，只能说他有好望。厉害，就觉对得，对，因也为，没想到他这2年成长挺快的，反正他可能是他们这个，因为他也在那个04一批，也算是比较好的，经过少年队也是再待2年，可而能且我当觉得他对。跟丁浩一个队伍是不是有点关系？丁浩这么强，有可能他最近进步 是，比较快吧，好，那我们下面来看棋吧。这盘，这盘棋是伊利寥执黑先行。对，你下这个这行个，为，然后下个对，伊利贝寥，西下了一个对角星，其实现在真的是水平很接近，我觉得没日本错，棋手最近好像也进也步也慢慢挺的快，间冒出来了，尤其是伊利寥，他现在成绩可能在日本也仅次于。景国山内的是吧？景山裕泰，他好像棋圣战就大棋圣战对他啊，挑战，第一盘他赢了景山，景山的反地正位就看前来。两天啊，景山想棋圣十连霸，最后遇上了伊利寥，这次反正是第一盘伊利寥赢了，本好身看状了态也这还期，可以，确实，可以去点三三，33。挡住。就我在想，这个点三三要是没有 AI 出来的话，我们不知道人类得探索什么时候能摸索到这个点三三是一个好棋。得很多年以我后，觉得可估能得计。50年都不一定行。就是要那是倒没有是，AI，这。反正这个对角星那就更只剩下点三三了。他这没有点，他就挂了个角是吧？妥了。准备给他装一刀，他人家，不，拖一陀个，老是走这个了，那个伊利寥没敢拖，对，是的，而且可能这个对角对，星是贞不是子跟不贞利，子我有点关他系？在想着，所以他没拖是正常的。
下的飞稳健中子不利，所以黑棋顶了班。嗯，拖了连班。嗯，下的比较特虎一个，嗯，下的比较简单，接上，然后挂。嗯，其实我看前面其实都差不了一目半目的，好像不管怎么下，我看。因为现在这个决议他现在有这个差几目棋的这个，对，好像都差半目一目的最多，所以确实这个胜负还是在后面，这个围棋后面一步棋可能差五目三四目都很正常，差五目就算少的了。连扳也比较少见啊，他是单连扳的这棋，如果说黑棋接上他是接上他就接一个，然后他一般是拆高的也可以，这样的话可能白棋可能稍微便宜一点，哦，不然的话他就接住了呗。嗯，要不然就虎一个，对，虎一个也有，嗯，虎一个黑棋打了，嗯，把他虎一个他就吃掉，然后他打一下什么，嗯，这样，嗯，然后再走别的，脱先了，嗯，实战脱先也是可以的，嗯。反正要猛的一连扳吧，要也像如果不熟悉这个开始变化也不要，可能接住其实也差不多，差一点，或者你就虎，不管怎么下，都，哎，这都差不了多少，我觉得这都不是决定胜负的地方，然后他脱先了，对，脱先，这脱先他现在肯定不能往这儿打这个，他就打这个了，脱先的是就是实战那样定型，是的，是的，正解。实战它是这样定型的，这是正解，然后接上，然后走这个，嗯，这也挺好的白棋，嗯，他可能按理说他其实不走的话，这个扳不得，他扳，我觉得而且扳，但他打算连扳吗？正常扳完可能就是连扳是吧？他觉得这样，啊，白棋打掉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嗯。所以他们因为这个棋这个变化，他压的话他可能是白棋扳，如果我不走他是怕人家断这个，哦，现在就断下去了，打了压的变化也挺常见的，是吧？哦，是这样，如果拐下去的话，然后扳扳这个，然后怎么下的，这样就爬了，打拔了，哦，把这个打拔了是吧，这样，他可能觉得这样是不是黑棋还可以？不然他压，如果白棋扳的话，你不断的话，那就没什么便宜的。不，我打这个是什么呀？打这个不行吗？打这个现在气够吗？这个应该，我还就拐爬一圈，我再爬你能扳住吗？我就再看这个扳住的问题，扳不住是吧？好像对外面。扳不住那不行，得扳住他才行，这外面有可能被气子，外面好像不是很好扛，已经扛不住了是吧，嗯，长这个的话压我压一个打了一贴然后再一扳，那不行，嗯，那这下扛不住不行，嗯，我得扳住他才行，对，那可能只能还是打了压的，现在这个，那还是打了压吧，嗯，所以这样刚才那个图，嗯，就是这样的，对啊，我想起来，是不是还有什么先靠的下吧？你就藏的时候，要不爬完。哦，这样靠一下，然后再打。但现在不知道行不行，我再打。啊，哦。要没子的话，肯定是先靠一下，以防靠不着讲的。哦，你打拔完再靠，人家有可能搬外面。哦。不，现在这样是不是也什么跳了再从这边断打也有可能？哇，哦，这里面还要不放过人家是吧？我还想着这里面我已经挺结实的，然后你这靠完了你还要跳一下，这还不放过他，看起来这是。反正他既然敢压的话，他肯定是准备这样下，我感觉是。不然的话白棋扳你不可能不断。嗯。你不断你就亏了，所以你只能这样下。所以呢陀老也没有避棋风嘛，陀老也就打了，先来这边先走了个这个大的。这样。嗯。
然后呢，景山不是这个伊利寮，它也没有，它也就稳健的播。然后打这个，现在打这个比较少见。打在这儿，这么有特点呀、啊。其实现在这个棋啊，这一手扳其实挺大的，扳了连扳。因为这个棋啊，白棋这个地方铁后啊，以前的定式不是打这个吗？然后打掉。对啊，你被我针掉的话，我打不打无所谓了，打掉也可以。把这针了，如果没有引针的话，我觉得这手棋也挺大的。是，现在也没对啊，有我任这何一，铁厚了这边，你走一个随便走，我这边再印一个就行哈。其实这手棋也挺大，现在尤其这个局面，黑棋没有引针，搬了。刚才实战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打这个，本来想到，要不然就搬起来，要不然我就觉得走别的算了。他为什么打这个呢？他觉得被人家搬一个不舒服吗？不太懂我对这不个懂啊棋。这件事儿。那走完了这个，你这个班好像其实学的显得有点无聊了，就觉得往这儿走棋。对，他是断打这个。断打也是一个下法，这比较激烈一点吧，因为你实在你温和一点、平和一点就打了力这样。对，是的，这也是一种下法。这手棋确实现在很再被大。白棋扳了扳，确实挺大的。对，他得赶紧走了。长，打好像也有这个，打了再长，其然实后打长，他就压呗，一直压呀，对，压，再接着再压，多压一下总好的。再然再后是不小是飞一走点，一个？他可能就有点忌惮飞机这样下，觉得也没啥意思。对。长也是经最正常的变化，会去尝这个，这都是好像。这都快对成必关然的，招了，对，就感对必觉，然的，飞然一后个，飞下来，陀螺这个定型的，好像也是比较简明的一个下法，对，这个最近见挺多的，就这样定型是吧？是然的，后搬完家，搬完把了，下面做活，对，也挺好的，对。这也是双方必然，这基本上没有变，对，他就跳一个也是必然然后的。我，就是爬，然后爬这个是吗？跳，跳，然后这里面这个不能被拐住吧？拐对，住是先手，这拐住有先手，拐弯一扑，那里面至少有个大劫杀，对，这是受不的，了，这必须得爬这个。然后黑棋跳，跳这个，跳也是很大的一手啊，因为你如果长的话呢，你不走被我先手胡，是很舒服的。你不走，你长完了我再脱先了，对，对吧？那我已经先手便宜了，不管是占大长也好，相比来说，你直接一手飞过来的话，你要不，那还对，差的有点那就多多哈。了。相比这样，这两手先手便宜，你将来冲断我就压过来了。所以这跳也是很大的一手，让他挂这个，挂这个呢，他就如愿的虎着了。把这个虎下去，这先手，这还是挺愉快的。就黑棋跳跟白棋飞这手棋相比，确实很大。是，白棋唯一值得骄傲的呢，就是说你这儿可能对我影响不大，因为我已经长到这儿了，所以白棋这个结果他也能接受。也差不多吧，布局下到这。就是这手，当时白棋这手打可能不一定特别的着急，是，有可能是搬了搬这个，走这边，走这个定式可能大一点，其他的这边的这个定型好像也差不多，是的，下的比较平稳，反正飞一个，哼，这时候他又下了一个就。拖了连扳，教我们各种这个拖了连扳怎么下，就是这次又虎了一个。之前白棋是连扳的，他们的印法都很有特点的，那你看这个棋很有意思啊，这盘棋下了3个拖了连扳啊，这个局部就是挂了飞，你看这边是
那边是黑棋是打了虎，然后这边是连单，然后这边又来了一个虎，他们是不是觉得必须得每个局部下出一个不同的棋型呢？这也太少见了，一局棋在这个同样的棋下了三个，嗯，都快已经下完了，要不然就立了这个棋，除了这打了虎连扳外，要不就立了，他虎了一个，虎了一个，白棋也是正常定型，然后贴起来。这个棋呢，就相当于以前他少打少紧一气，以前有这样的嘛，打了立，对吧？这样的变化也有。那他这个子弦放到这儿，这个头好一点是吧？是这个。他这个子呢，虎肯定不如立，官子的角度。官子是不如他。但是你这个地方少紧一气，黑棋也有好处。嗯，因为立一个黑棋立在这，跟白棋眼位还有点关系。是的，是的。所以可能也应该也是两分，他这个棋。那个时候我就纠结了半天，到底虎好还是立好，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这些事情。对啊，这个其实下来下去就很难，就是因为你立的话，可能白棋就要虎起来了。是，这就不下不成那个样子。对对对，可能这时候白棋肯定不能再虎了。所以别纠结了这些事，反正纠结也纠结不明白。这黑棋下这个，对，黑棋能抢到这个，其实还是因为你不知道这手棋能不能。省掉，你省掉，他肯定就打完锤进去了。他肯定不会从上面压吧？我想。反正这手棋，这只黑棋本来在这掉一个也挺大，白棋。在这掉一个，削这块。削这个是吧？这棋要掉的话。因为你直接打入人家，肯定正着。觉得你这样有点过了，好像觉得。或者是压的长，感觉上也很危险。你掉，你如果飞的话，我再往下跳，就眼位就好多了。这块棋不担心人家攻他是吧？他比如说这样过来的话，那我就往下跳下去。对，如果说这样呢，就飞一飞。对，这样好像这样，就多跳找一下这个眼型，好像还是好不少。再飞一飞，比如说再飞一飞，这其实做活好像比想象的要容易。不难。反正这盘棋肯定也就看最后这块棋能围多少。其他的地方已经定型的差不多了，所以黑棋反正最后，但这手棋一力量它也撑的，正常来说我觉得要我小可能退一路吧，在这儿是正常的分寸，觉得他这多撑了一路。不过这种棋我很讨厌被人家下在这儿，我因为被人家下在这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对啊，我伸手，你如果硬的话又太不肯，好像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你如果想强攻的话，那被人家活掉的话，又感觉有点落空。是。那就说我这个能把它吃了吗？如果不能把它吃了，那可能有点难。那他活了，我在干嘛呢？我的空全被破完了。所以黑棋走一个还是很大的。再挑一个。那两个人下的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没有特别过分的或者什么。对，反正目前来说还是。嗯。反正这个棋形，就是反正这个尤其是这边，这个黑棋跳是绝后手的情况下，这点还是。因为你如果把它看成这样，对，你如果把它看成这样的话，它有个一路扳的打棋，对，有个扳，它点你一下，你说你立下去，你立下去也挺需要勇气，挺拼的这个。那你走，你可能就直接跳了。你要主动的话，反正你很麻。对，如果挡在这的话呢，是对他威胁大一点，但是他肯定是白便宜了这两个棋。这将来不管怎么样，总是好的。如果跳在这的话呢，对他这个子威胁小一点。那他可有可能要动手拖一个或者拖之类的，因为你这个力他打着一下，这里这眼就插出来了，这跟单提可不一样。所以这种棋形大家注意，这点一个黑棋挺难受的，试下硬手。他实在是跳这个，他觉得大跳。这手棋也下得很积极啊，这个一力量。正常他其实就微控也是正常分寸。因为这个地方说实话我不走，你其实也没什么，你准备靠吗？靠把这一个气了是吧？三个有可能。
他既然是走到这儿了，那肯定打算接下来就准备动手了。你如果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打在上面。他如果断打，我就尝一个。你反正接我就打一下就算了呗。是这意思。但是靠的时候呢，白棋实在不行，也可以往这儿。这就很难动了，也比较乱。反正每个人的选择在什么地方，这只是你的选择和判断问题了。你现在靠，那我肯定把那三个子吃掉就行了。那我那个子放在那儿，随便跳一个就出去了。不太担心这件事情。反正这时候，那又开始先冲了。反正这个比较有创造力吧，我只能说，其实他具体的目的也不明，反正是。其实我就爬过，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他想干什么是吧？他想搬过来吗？我不太懂这件事。搬这个。搬我就跟着硬。其实我觉得这边是主要的吧。其实你正常还是得围这个空吧，这边。我觉得不是很要紧的地方。这点你如果被我什么飞进去白棋，比如我这点先手能飞进去，我还是这手棋还是很大的，或者就不太明白他接下去他想干什么，不太懂。反正妥了呢，他可能也不愿意跟着对手的调子走，对，他就反击了，好像想反击，反击的这个地方。这种地方都比较难，这个，可能十个人下，十个人的下法都不一样，感觉。他也不怕你下，但是这棋其实我就算下来也，你得虎吧？就这样下来出来也挺厉害的，好像搞不清啊，这棋很乱，太乱了。这也是陀螺比较喜欢这样比较乱的局面嘛。其实他的棋我觉得很擅长，就是去那些空里面钻啊那种，然后这种比较乱的他也很擅长。反正实战呢，这个一力疗尖了一个冲击，小尖，借助贴回来，这倒是比较正常的思路。然后他好像是挡了吗？挡了一个白棋虎，拐想冲击白棋，是的。反正这手棋我没太看懂啊，他为什么要虎这个托加西啊？他为什么不虎在这呢？他不就防断吗？虎在这首先你不能长了冲过来了，你棋是紧的。难道你还怕黑棋这样挤断？好像不太怕吧，我觉得。其实我就拐或者虎，我觉得也是，因为你这个棋形不太好，想攻击我其实也挺难的。我这长先手这跳一跳，这两边你如果攻不着我的话，你这些都是损了呀。所以今天两盘棋都充分的说明了，就是棋子不一定非得连上。对，如果不连上也可以。首先这虎本身也很大的意思。是的，而且我不虎我本身就补这个冲断嘛，这样。看他实战，他走这个，我总觉得好像有点凝重，被人家打一个的话，这棋效率好像不是很高，好像这个。毫无疑问，他想把它都连上。连上好像不是件好事儿，感觉。这好像感觉白棋效率不是。然后被冲过来了，这虽然是底下跟上面连上了，但外面这个子被割断，而且那块棋现在也不太好啊。因为你本来的话，你虎在这的话，他冲那你就虎过来就行。虎过来，你也不能搬，我把你断了。对，是的。反正这个地方感觉上白棋有点被这样这个棋形太凝重了。不太好，不太被这样冲过来。然后白棋再虎这儿。对啊，这感觉上调子已经慢了一拍了。是的。我觉得刚才人家点还不爬过呢。有可能。他走了一圈在干嘛呢究竟？对。被人家这儿挡下去，首先这个木已经少了。其实那块棋现在也面临威胁啊。我觉得不太好，好像。搬过来。
打一个。打掉。打。它先尝了一下。嗯。那这下暂时还没打。还没打。嗯，它先搬了一下。啊，从这边。哦，它想从这边出来。嗯，看得很清楚，肯定把两只眼码出来。嗯，它不是断你的，这次断断的话，是不是有点看不清了？是这样。对，这个脱了，应该就是是他想要，就像想要的结果应该。你要吃这两个，不管你吃不吃这一下，这被人家打这块要死了，就看着、好像死的挺清楚。我冲完一壶。对，就死的有点清楚，看着。不能断这期，飞一个，真飞这个，力量下的很清楚哈、自己要干什么很清楚，这块棋要把它做活，然后打完了，接住吧，把这个粘上，因为这手棋很大，不然的话被黑棋这打了一打，你真。你只能去煎了做活，煎了做活，这个黑棋留个度过，你只能这样活就打，打完以后活了，这黑棋留个度过，这块棋就厚了，现在白棋肯定要是要追究这个黑棋这个地方的保卫，对，而且它这个接呢本身目数也很大，所以它不能忍受黑棋被这样黑棋先手这样收刮一圈，打了一下，挤在这，也是补中间的，挤珠，托老师搬了一个是吧？一路，搬这个，搬一个是瞄着脚上骑，是的，因为你脱先的话，它是不是这地方我就铺一个，挤掉，或者点一个方，好像，这个局部。那你这个就接先手，我长的现在如果，长一个死了是吧？哎，长一个我是下哪儿的？只能唬住，那不死了。虎被爬死了，这个你只能打这个，不行。不，你如果猴这个的话，我相当于打是先手。因为你刚才那样。对。对，刚才。这个。刚才也不哦不，刚才也死了，被打就死了。对啊，死了呀。对对，打了一接住就死了。对。啊，那他所以这个他瞄着这个脚上，有点先手的意味。所以他实战这个一力疗他就补了，他是间接的补在这边了，是立了一个吧好像。对，然后他虎了一个。我知道你铺这个的时候，我想想他是，他走这个不对啊，他是走哪才是活的呢？不，现在应该是活的吧？现在我他这个是先手，对我这铺了一挤先手之后，这个先手那肯定应该总是没问题吧？这我就算提了，刚才那样也活了。对，我这个打先手，刚才那样下白棋不成立了。是的，所以他这个力就是间接的补这块棋的死活。对，这还是挺扎实的下的。那白棋走这个，现在这个棋，我怎么觉得白棋走的没在目上呢？我感觉，这一带这个被破了，这三个子如果将来被大棋吃掉，也有点大呀，四。还要对，还要对，要追究一下你这个形状的弱点，看看能把你坚硬的对，小间接的对对，还是主要的目标还是在那边，跳过来，挖一个，挖一个可能是局部的好手吧，因为你没法冲刺被这一夹死了吧，这个。不死可能也差不多也很难受，可能这样。
不，他可能就是顺势定型了，我发现。对。叫袜粘把自己这个段补好，你还很难办。对，不能粘在这儿被冲冲死，提着的话全是一堆结不归。嗯。局部可能是好手段，这个袜。嗯。这样定型。黑棋应该也不走了，不行，断子。断了一个。反正这种棋吧，有时候确实也挺难懂的，说实话，对吧？即便我们来看这个棋，嗯，也是感觉挺凌乱的这个棋。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黑棋呢，就是下的。目标还是比较清楚，虽然说他中间点两下、走两下，对，他其实就没有说是硬来的。对对对，他不是说要那个非要把你吃你哈，他只是想便宜几下，是的，他想便宜几下。他这个断他也都是带着木的，待会这个打这个打都是有木的。他可能想把白棋分断以后呢，然后围这个黑棋这块拱，是来牵制你这个，把你这块揪住，然后他自己围白棋这块，我就是逼你做眼，对对对，把眼码出来，我把空围上，顺势围空，他不是说要来杀你或者是他这些棋都是，一个，点方，这白棋也不能让你如愿，对你不能说去跟着他硬，你跟着他硬背着被黑棋，一会儿就被他全围住了，围住了，你这块棋也就一个眼嘛，这点完以后，所以他必须得反击，然后靠一个长 hold 住。哇，陀老这时候还挺猛的，这个也不能再退了，再退空估计是空不太对了。他可能觉得自己现在形势不是很乐观，形势不是太好，就感觉。嗯，他这个地方还是不能围的，被你围的太大了，被黑棋。是。没找到东西，关键是。对。白棋从那个，因为我们当时记得贴过来以后，对啊，白棋还，这隐隐约约这有些势力，这个有个子。是的。现在等于这被黑棋撑住很大的这个潜力出来了。嗯。他可能就是在这地方多了几个子，要想办法把你的空子，对对 对，能给你压小点就压小点，必须得下一些抢手了。然后最好能抢个先手，赶紧把上面那个走了，要不然被人家走一个，这棋不太妙了。嗯，贴，跳一个，踢掉了。就在这儿，白棋还是，反正这个地方定型很重要。这个地方，你们看它这底下，这边有些肯定是有些味道。飞是什么？没有看清哦，一下子。卡一个是什么呀？局部它就搬住。啊，我就搬一下。哦，这个次先手是吧？是这意思吧？嗯，反正你要活，我估计应该是能活吧。就看能下成什么样。对你活，我估计能活，但是你现在这边，那我就这样算了。如果现在来活这个的话，就不是很合适是吧？这个时机，这个我如果吃回来，看着白棋上面这块棋也不太好，好像有点。那这样有点悬，白棋上面他应该不会这么。现在不会来。这有点太过了，好像这个时机不是很合适。这你，如果你把那个活了，那人逼人家动手吃你了哟。就点的这个。对，他是点的。点，他就应该希望你如果爬的话。嗯。他说什么这样，是不是这样煎一煎？他就再顶一顶。顶一顶，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我想。哎，这样的话就上下都兼顾了哈。走在外面，他可能是的，是的。我觉得那样掏可能不一定便宜。嗯，对，这个图比较好。刚才那个图有点极端了，把这个就是空全破了，只有逼人家吃你。对，我可能他是这么想的，然后一力聊他又反击，这个棋真的很乱。就开始晕了，这个对对对，眼睛有点晕。这个我有一不知道怎么解读他这个，这个是什么？我首先我冲过来呢，他是在是什么意思？他肯定要冲吧，这手棋。那我也得冲啊，那不冲他要干嘛呢？我如果断正常，他就觉得这样下，
这个能打着吗？打不着是吧？哪个？二这个楼这个是肯定打不着，打，打他在外面夹掉了，待会儿。你打着我，可能你打着我也不能压是吧？压我顶完跳，好像也不太行，看着。局部是不行，那不太行，那还是别打，爬吧。我他是不是就跳完以后再爬，或者就他的意思？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呀？那他还是尖，搞不清这他是，尖这个，然后再顶过去。还是尖的顶。那他如果说冲完了爬呢？这棋，这搬一个。搬那我肯定把你吃了。嗯。你本身拐吃我也不敢跑了。哦，那好大吧。概也是顶了哈。那就这样吧。反正他这我说点这完个。以后又跑到这来跳，这反正需要一对，天的我。我想不太明白这件事情。也许他们两个人自己心里挺明白对，但是我我们反不正一太下明看白。不明白，然后又靠到这来了，这个，这个棋靠一个。他肯定想防一下吧，这个上面。如果说这个靠，这两个字不能轻对你死。这个子不能被切掉对啊，对。肯定。那怎么办呢？这个不能走这边吧？长一个被他刺一个怎么办？这可能接这个，你再接。接上。哦，看有点晕的，又开始晕了。我这边你能。我不知道能不能就冲了很直接的，哎，这。我这又没有什么，骑这个是吧？这块倒是也没活，断，这什么情况？就断了，我再断了。现在来不及了是吧？走别的，你杀现在我，冲来得及吗？现在冲这个。但是你冲完你这个地方，哦，因为我吃了以后，我知道，你我知脚道，上会不会出事？我知道，脚上你我现在就已在经，想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先走这个，还没关系，是，走我就硬呗。哦，因为我，你现在这直个接脚，提一个，我现最在简这单个的，我棋断完滚打包完一了一点，点，肯定是不行。对，你这边要杀我，肯定这边是要杀的。但是我这提完，你比如说走，我这提完这边，也不行。我这块活是没问题，就目前来看，对吧？但是你就能不能杀我这一块？哦，这又是一件很晕的事儿。那我刚才还不打上去，打上去，但是你接上我也得走，要不然被你打了一也能家，我不能虎着一下再接还是那个什么，就虎着这一下虎是了吧？再接回来。再接回来，这样也是一个很晕的局面。这样，不过这个你气好紧，我可以先铺掉，铺完了一挤，这估计你杀不赢吧。这几口气，三口气，我觉得好像白棋杀不赢，看起来。好晕这棋，那我们看看他实战啊。哎呀，看陀螺的棋有时候是挺耗神的，我发现他那个棋很。很累的一件事情，是吧？是一个。看他实战，他是没有，哎，他还是冲的这个，冲的他是挤怎么这个，下的？他是冲完了之后单挤这儿，他要先挤着一对，下他还才是行。防这他们个，的计算，这样，他现在翻这个，然后医力疗团，这样被吃了，不会吧？这样被吃了，这个子是不是太大了？这人家还要先刺你一下，哇对呀、塞！那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医力疗，它这个靠是好极了。再结果来看，那看起来这个地方就是有个靠，是吗？就是说，如果靠挡一个这边呢？没法扛啊！挡你这这边边，是什么呀？
冲这个是吧？我要是断呢？还真是，你是要有可能要断掉，对，断可能我也是只能接这边了。你啊，你啊，单断那一个就好一回吃事儿。我你的，对，你这些，我只要能挖过来吃，跟你不一样。对，好像也挺难办这好像是不太弄，不太好动啊。的。所以看起来因为这这地方就是，穿了接住这一冲，这边有对一啊，冲。对啊，对啊，对。那它是个好棋，就靠断，所以它靠的这边。然后断，时间比较紧了嘛，这可能得，妥。团。总之，好像这个地方，我觉得被黑棋勾过来，还挂过来，还黑棋得，我也觉得是，被被刺，刺一下，上面挤一挤，个。接住。接住，棋。哦，他还没有，他还走到这边是吧？最终他还是回到那儿了，不过这下很重要，这下本来你可以飞对，的他爬挂的到已经都防住没了有这了边，呀，吃，贴过来，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白棋控不太够，这而且看这起地来，方被冲完，这地方木还是欠着的，而这且俩白子棋都现在掉是的，白棋还没活干净，现在。黑棋呢，现在意图把这块守住，再把这块能够鲸吞掉的话呢，确实感觉黑棋的这个形势是明显好。他走哪了？跳一个，这个，他挤了一下是吧？在什么？在这地方挤了一下。哦，对，现在挤的，挤完补然后挤完断打，他这地方因为一直有毛病，白棋这个其实白棋团是绝先一直。团里得补活那个角哦，上，是的，是的，我所以就，他这边有些断点，所以他这个地方，走一个吧，反正，对对对，走这个好像不太对，那走哪个才对呢？所以他得这个地方，这个吧，拖拉我他都是，不知道走哪儿。所以他挤完以后呢，他就补这个，这地方还是一直欠着棋的，作为黑棋来说，拖拉的比较，确实像你说的比较顽强，比较能够。对对，他特别能搞的那种，就是感觉。对，但是现在这块棋，白棋自己还是智他商不还，只有一只眼吗？第二只眼还没看着呢。他可能这个地方团先手这个团先也手没是有吧？眼，这地方也没有眼，对啊，这个冲完了也没有。那他只能靠这个种挡打，然后这边这个眼，这有个题。靠，虎住哦，那他靠完被黑棋虎掉以后，这边的眼已经没希望了。他现在靠这个贴，接上。三，总感觉白棋有点勉强，这块棋还是先一拐，这块棋还没有，这块棋不是没有活吗？主要我没看到黑棋有什么可借用的东西，黑棋好像都是通的嘛。这个打完了，这儿有一，不，白棋就是花手棋，能把能把黑它棋断断开，开嘛？好歹有个断点。但是你这地方不能被我跳住啊！你被我这跳住，跳我就感没觉法上好看了，像，就还真不怕，搬一个。搬，我是这真不怕人家跳住它呀。看吧，看它冲掉，跳住。哇，他这个也太猛了吧！全捞了以后是能再活吗？要是活的话，那黑棋就没法看了。黑棋也，人家冷静，对，他就收兵了，冷静够的判断，觉得够了，这继续发挥手筋，手筋冲过你来，冲黑棋只能补这边，尝一个。接上，小尖。这我觉得好像白棋木不太够啊，这样。然后这个最后这个对呀、啊，黑最棋后这抢个到，大场被人家走了。
等于转一圈，科技该走的还是走到了。实际上，嗯，因为这被拆了，你这还有断点，你这围不了太多在下面。是的，等于黑棋现在这右边很完整的把这块空围上了，嗯，这中间呢也成了七八目，嗯，好像白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总的来说。那黑棋始终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他就是把控守住，也就是攻，对攻，不是说要杀你，对，这个局部是应该单加的，应该是最好的手法吧。嗯，他实战这种地方下、还是下进坡了，应该。对，粘黑棋粘上。好扑。哦，那这还挺狠的。这没活呀。活嘞，他挡着先。哦，挡着先手，哎呀，我说老忘记这件事。小尖，我做火吧。哦，他先提了一下，我得像什么？得吃。这个我压他怎么办呢？退是吧？断不怕是吧？显然是断，他可能是跳是这意思吧？跳一个，嗯，是不是可以跳一个？嗯，冲了我可以挡下去。冲黑棋冲白棋往下冲，对，是的。黑棋气有点紧，嗯，这冲你想冲，但只有挖吃，嗯。所以他爬一个接住，就拐住了，看来伊利了觉得自己够了。是的，他对形势还始终都比较自信，感觉是。黑棋压了一下，按住。断。吃这个。是啊，嗯，是不是能贴吧？好，尖尖尖，小尖，黑棋勾一下，勾了一下，嗯，接上，扳过，白棋接回去。嗯，那他整个这边气是紧的，这有个冲。嗯，黑棋如果打了冲，白棋就打了这个边有冲。对。他就冷静收官，接住，接住也很大。然后还有几步棋，我们给大家摆完吧。这是现在黑棋接住是吧？然后白棋接了这个，黑棋是走的这个，走哪冲一个？白棋打吃，黑棋接上了，下成这样了。哦。提了是什么呀？掩杀吗？我再找找。还是说他提了打了打这个？几个？不会吗？不是，肯定是你提我，我觉得我接住你。气不够了是吧？这气。这攻气太多了。太多了，那肯定是。那属于寻了个头场吧。对。这个就没再继续了，最后这步棋是就黑棋接上白棋投了了。那他如果不吃呢？他这吃也没，其实没有意义。嗯，他接住其实黑棋是不是也是要冲这个，就是空不够了，说白了那肯定是不够了。1, 2, 3, 4, 这个时候已经差挺多了是吧？这上面差四五目了还显示。好像差不止一点了，那很难挽回这个局面，差四五目的话。没错，是这样。那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就是打了，后来他接上了，就是白棋就投了了。那执黑的一粒了是中盘胜了陀家棋。这盘棋反正中盘的时候挺乱的。嗯，我觉得可能还是从这尖冲开始，不知道什么地方没下对，没定型。对，当时显示胜率还是差不多的啊，还是很接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地方被靠的时候可能就没下好？对，被一靠好像挺麻烦的这棋。靠还是不好受。嗯。这个黑棋这下很厉害，确实。对，反正经过一通混战，我就感觉是最后可能被黑棋简明收控了。最后就冲过来以后，再抢到这个子二。嗯。
对，伊利聊这个，说明伊利聊还是挺还挺有实力的，力的我觉得、嗯。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现在我看到了，就是六个队伍的结果，还有两个队伍还没有下完，嗯、就是龙源名城杭州队是3-1，今天是领先于成都农商银行队。啊、然后另外一个，就争冠区是苏泊尔杭州3-1，领先于江苏队。嗯。然后保级组就是这盘棋是衢州烂柯队和洛阳玉泉谷队是2-2战平。啊。那么就看明天之后这拼搏一下，嗯、对。嗯啊，洛阳还是年轻队员，看来还是挺有拼劲。是这个伊利辽和谁？胡玉涵赢了是吧？胡玉涵赢了丁世雄，伊利辽赢了陀加西。啊，那明天的主将就非常重要了。对，明天我觉得金志熙可能当主将的概率，对衢州可能会高一点哈，感觉没错。好，那我们继续关注这个比赛吧。我觉得因为越来越想，明天将决出两个队降级。或者是哪个还另外两个的进决赛总决赛哎、对对对，然后19-20号将是最后的总决赛、嗯、好，请大家关注这个围甲联赛。好，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嗯。